好，我们继续啊。3599，现在海拔4046。前面有村庄了啊。王明，我去过马路吗？别相面，过马路。你们俩等会儿啊，你们俩等会儿。哎，好嘞。哇，这大牦牛，我去，这什么？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一头牦牛。我去，没穿吧，走。导航的，开着吧。现在导航就是我们看一下自己的位置啊，也就不用开那个，也就不用开了，就把地图打开，看一下自己的位置就行。斜库旅游小镇，斜库村啊！你好，斜库村。爬坡，现在
真是的嘞！藏族小朋友太可爱了。3601，现在海拔4045。下坡，3602，现在海拔4051，前面下坡。哇，这里有竹签。哇。哇，这边的山，哇，看这个柱子，这树桩跟几根树桩吃起来以后，上面应该是晒这个草的，啊，不好意思。
下坡舒服啊，连续弯道走。玉曲河畔，我去，妈呀，3603！吓我跳去！看到了吧？刚才那牦牛，我去，我还以为它要翻这个护栏了。我去，现在海拔4051，4051。有个小桥哈，我去，这边感觉太棒了。这是喜鹊吧？前面身上是白的，
我新车，恭喜提车，恭喜提车。山坡上面也是有这个房子的啊，哇，牦牛！这山上也有牦牛，这河边也有，河的那边也有。给那个摩托车友，回了一个手势啊，回应摩托车友一下。别去弯道，注意安全。爬坡前面，磨呀，这车应该是那个后面垃圾袋磨呀，有点磨。现在海拔多少了？4065。
路上这小碎石头，远光灯没关，朋友，朋友，远光灯没关。下坡，前面还得爬。掉下来了。3607，现在海拔4065。它这边啊，这个路上这小碎石头啊，你如果有的时候压上它，它会崩到你的车上，你知道吗？后面哪有磨呢？断了，看看还磨吗？现在先到这一段啊，我看看哪儿磨呀。我去，先到这啊，这边、个。